在乎你啊。喂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报警。对，我旁边有个男生现在骚扰我。喂。哎、欸、喂，你在干嘛？躺着滑手机啊。吃鸡啊嫩。哦呦，你不要上车啦，干嘛上车？哦，在我来这边什么人都没有，很荒凉哎、欸。你很缓慢哎、欸，快速好不好？快速。奇怪，大尔今天怎么都没有找我？好想跟他聊天哦。我的天哪，他竟然是要叫我帮他买东西。Erica， 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啊，为什么我们交往之后你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为什么？喂。哎、欸，大尔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剪影片。哦，妈妈跟你讲哦，妈妈现在在跟你的二姑妈还有三姨婆他们在吃饭哦，他们说很想你呢。啊，很久没有看到你的啦。哎、欸、等一下、哦，妈妈用一下视讯哦，你看一下哦，你看一下妈妈开视讯。哎、欸，大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姑妈在你旁边跟姑妈打个招呼、哦。嗨，姑妈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你三姨婆的三姨婆。嗨，姨婆好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我啦。哎、欸，妈妈跟你讲哦，啊，你之前说哦，你要买那个按摩的机器哦，啊，你找到了没有？跟你讲，姨婆她儿子在做呢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如果要买那个机器的话哦，你要跟她儿子买的。你跟姨婆。啊，我在剪影片。哦，你在剪影片哦。哦，可是妈妈跟你说吼，你跟姨婆她儿子买吼会比较便宜呢，便宜很多。你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面买吼，我跟你讲吼，你跟。